今年夏天的电视剧每一部都制作精良，质量上乘，回忆起美好的追剧时光，剧迷们都大呼过瘾。要论哪一部电视剧是最受大家喜爱的，毫无疑问是《延禧攻略》了。《延禧攻略》火了一整个夏天，捧红了几乎整个剧组的演员，吴谨言作为女主角更不用说，其中沉寂了多年的秦岚更是凭借富察皇后成功回归了大家的视野。秦岚出道很早，在此之前大家印象最深刻的角色应该就是《还珠格格三》中的白莲花之画了，之后也是出演了许多电视剧，无论颜值还是演技都是毋庸置疑的。关于秦岚的感情生活，大家可能也是知道的，最瞩目的一个是黄晓明，两人分分合合，最终也是非常遗憾没有走到一起，还有一个是陆川，但最终也是不幸以分手收场。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，秦岚感情趋于平静，很久都没有好消息传出。最近有网友爆料秦岚有新恋情，男友是《延禧攻略》中饰演海兰察的演员王冠毅。王冠毅在《延禧攻略》中表现很好，一经播出便圈粉无数，粉丝亲切的称呼他为大嘴猴。而在现实中，大家都没想到富察皇后居然会恋上侍卫，两人经常一起参加活动，关系非常密切，在机场拍照时也有很多互动，双方有说有笑，甚至亲密。据说二人是因戏生情，终于有人照顾我们的白月光了，网友们也纷纷表达了他们的祝福，希望秦岚和王冠毅幸福。